地瓜怎么讲德国话？地瓜。不啊。这个地瓜叶。地瓜叶啦。那地瓜叶怎么讲？拿包啊。那个欠账。不是啊。啊，还钱。那个别的不要公司啊。啊，很便宜怎么讲？啊，门路。那个，你看有没有信用？没有哦。有啦。老板，你是闽南客家还是？客家。还是客家？啊。那菜很漂亮哦。辛苦辛苦你，啊，不要跟我姐姐讲。老板娘，那个有没有欠？谢谢那个有没有欠钱没有还的？还有。有哈。不。哈哈哈哈哈。喂，我有时候看到，我你有多少欠钱？欠没有？嗯。对，酒叫洗脑哈，钟老师不是那个洗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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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酒怎么讲？你有吗你妹？一道洗啊，洗脑啊，马什么？米酒怎么讲？啊，他给到以前马什么？用米做的酒叫米酒，米怎么讲米？哇哇什么哇？什么呀？哇洗啊！哇洗啊！就是米酒啊！呀，没弄没啊，我不懂。母语教学。马总。那个很温暖，怎么讲？很温暖。你妈孙子，那是木葫芦啊！马上来，那是米酒是木葫芦啊。温暖哦，烤火很温暖，那个温暖。不是热哦，在棉棉被里面很温暖。革命，革命！不要这样，给妈的师傅呢。不要闹人家。大师比比。师傅，快点母语教学，温暖怎么讲？温暖。太模糊了。模糊呢？跟那个舒养什么不一样？舒养是舒服啊。一样的啦。模糊是温暖吗？哦。牙哥啊，牙哥，只有米酒会了解我的心。嗯。以前我这个酒，为了什么？为了酒，心好乱。你不要拍照嘛，你干什么哈？母语教学，你要认真。妈那个，妈，这个桌子怎么讲德文话？桌子。妈，好歹慢呢。来。那椅子呢？椅子怎么讲？冷安哇，冷安啊。的冷安。阿明，聊天还没？不是，你们跟他帮啥工作呀？哇，那个是。那来唱一首歌，快点，随便。歌。随便。过年你有心情唱的都可以。我心寂寞。好，来一小段。唱国语哦。好，可以，国语、德鲁古话、闽南语都可以。我的心寂寞，寂寞的心像水煮熟啊啊！完了，没啊！我等一下唱，再继续唱。啊，唱哇，你放爆了哦！这样好。哎呀，别闹命啊！哎呀，等会，阿明。先唱完嘛。哎呀，我摔了那么多，我身上摔了那么多啊。唱一小段，快一小段。一往远去，像水诉说，我心里不难过。多一点。你要走，你要去哪里？不要忘记你我的下落。不要忘记这一身容貌，像辣椒与桂香。你个漂亮了耶！大姐，你的身价调查。完了，身价调查。再唱一点点，快点。无力。再一段就好了，就结束。那个下浪高壁。好来。有什么下浪高壁没？下浪高壁。商人枕头，也是一样道理啊，难度哟。随便一首你会唱的，德鲁古的歌也可以啊，德鲁古的歌也可以啊。不然就唱乌龙嘎金柚嘛。啊，我是乌龙嘎金乌达斯乌龙乌达斯乌班嘛的乌，嘎叫什么嘎金咩？把龙嘎金。你也这么会唱了，哎呦！哎，师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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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聊天。
赶快先唱一小段。一小段，快点。脱要不要要不要看脱衣服？脱掉怎么讲？脱掉多少？三毛多？全部脱掉。的如果话怎么讲脱衣服？完了，我还六个。洗衣服。没有六个。晒衣服。很黑道。折衣服。哦，折棉被啊，折棉被啊，还是啊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在。的如果话，的如果话怎么讲折衣服？完了。折衣服，折起来、啊哎、折衣服啊，跟那个什么豆腐一样。德鲁古话怎么讲？快点，折衣服。那形容不打，拿个石头。太小了，怎么讲？有个力量。很紧。丢。太松了。如果是丢啊，用那伸缩的，那个伸缩的。太松了，怎么讲？啊，那太松了，太松了，关注。那收了好。那个松紧带松啊，太松了，太长了，怎么办了？啊，很短。我就不，那个破掉了。不落没有啊，旧的换新。太旧了。木的。那个。哪里有二八？哎，好，二八是夏天。便宜一点怎么讲？哪里有？我买那么多，当然便宜啊。这话便宜怎么讲？十点半是吧？肯定好的，降低一点。太贵了。太贵了，我买那么多，至少那个啥，啊，你的送我怎么讲？送我。你没有信，没嘛事。也是，我有名字。也是那个扣子怎么讲？扣子。哎呀，不那么，我看呀。我还是那个听众好。那个很软怎么讲？衣服很软。哦，那个什么很那个，很软。很软，怎么讲？软的，滑手。软软的，嫩嫩。很柔，很柔吗？对，嫩嫩哎。哎，嫩嫩哎，可以哦。软软的呀。对对对对。软软的，很嫩。啊？很嫩，很嫩，很嫩。哦。你要是那……等我摸。很合身，怎么讲？很合身。你不是那个吗？我不太会讲。就是五，现在是2月2号，2月2号早上快10点哈，这个是没有门把的烂厕所。西林村的多功能烂厕所哈，好，那你看这边还是有那个爆竹，哦，还有 BB 弹，烟头，哦，就是要村长应该要来打扫哈，村干事，哦，花多少钱做多少事哈，开下灯。那个过年前就是这个样子，现在是这个样子哦。然后你看这个，没有装铝门窗后没办法通风，也没有装百叶窗或者那个铝门窗哈，用木板便宜形式，上面灯全部关闭，然后这边是会漏水都没有修缮哈，这里只要下大雨台风天这边会漏水，看这边是水的痕迹哦。大师林龟台风这边开了哦，这个叫什么？陈长旭完全都没有处理哦。啊，这个很烂的洗手台，也没有加装那个镜子，在镜子上破掉。好，再看一次，已经来了快10天了，这厕所一样是锁起来的，锁起来的、哦。昨天乡公所回我说什么叫使用者付费哈、哦，女厕锁起来，还有。里面是残障间哈，这电源都坏掉了。然后这个变电箱设在这边会下雨流水的地方，我就说会导电，哪一天会电死人啊？这里会导电流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厕所这边很危险，那这边都积水哈。这间也荒坝是不是荒废了？都没有在整建。好，看一下。
然后这个地哈，外面说有四公。